肩膀，肩膀，我们下去来。
非常感动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官，其实他知道了我们志工每一年都这么辛苦在这边啊，为我们这么多的啊，不管是弱势族群或怎么样的，大概有8000个家庭的人，我们为他做这些那么好的事情啊。那我想他们也一一的到现场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我们现在的贵宾啊，一起到我们的台前？那首先呢，我们来介绍就是我们的莅临贵宾。本身今天要我们的廖董事长呢，廖良宇董事长因为没办法到哈，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我们董事长代理的是我们的林鸿石，我们的林立法委员，请大家掌声，谢谢。还有呢，这次很特别哈，很特别在哪里呢？我们青辅会的主委哈，李主委也到我们现场哈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。主委，你今天哦，你也带了我们很多青年族群过来，对。师啊，我们测定师傅，好，阿弥陀佛啊！我们测定师傅啊，愿意把这个场地这么大的场地让你来运用，还有平地师傅，他们两个加起来总共有3个博士学位啊！各位，你看看，多伟大！好，那现场呢？当然，我想哈，最重要的还是各位所有的志工朋友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的万众一心这个活动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已经迈向第8个年头了。那在我们仪式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年最特别的是挑战金氏纪录。我们知道金氏纪录是多少个知道吗？大概18000多颗。我们今天上午包了多少啊？现在已经有11000多颗了，大家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要破金氏了哈，很快啊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整个仪式呢，我们就先开始。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请我们的最资深的我们资深志工呢，来做一个传承啊，把我们今天呢，包粽子这样子的仪式呢，担负这样子一个坚韧家仪式呢，请他出场。美女出场了，大家来掌声一下哈。修霸掌哎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传承哈。好，我们给我们的长官好吧？来，我们的委员还有主委啊，对对对。的志工朋友们，其实现场哦，从两岁开始哦，到70几岁，通通都有。我们现场贵宾。来这边也一起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们，所以说也希望呢，大家能够在今天、明天呢，不但我们挑战金氏之外呢，其实是挑战我们自己的爱心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自己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把我们那个牌子交给我们长官，我们啊现场来倒数10秒钟哦，我们来看看哦，那些贵宾平常很忙哦，有没有玩过拼图的游戏？我们来试试看哦，我们给他10秒钟，大家现场一起倒数计时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图呢拼在我们的后面的背板上，拼好了之后，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哈、哦。来，大家现场一起倒数10、9。
前面啊，我们的前门这边，我们把这些。